都像西施生病了，一整天都不让我靠近。怎么了？咳嗽了？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干嘛？离我远一点。感冒了是吧？哎呀，你拿来拿来，我来装。你去，你去那。没事，哎。没事，听话，赶紧去那边休息一会儿去。那你把这单装完，我就去炸油条了。哎呀，你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？都跟你说了。又来了，你你干嘛呀？让你去休息，快给我！今天单子又不多，我跟老王两个人够了。对啊，够了，你休息。对啊，老王都说快快快，听话，给我。没事，你帮我拿个手套。陈洋洋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都跟你说了，让你出去好好休息，自己生病了不知道吗？我现在说话你是一点都不听了是吗？来，我来。不要离我那么近啊！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今天一整天都不让我靠近你，怎么啦？你是不是怕把病毒传染给我？过来，这样就不怕了吧？那你感冒怎么办？我一个大男人还要你来操心啊？但是我跟你说，陈然啊，以后不许再离我那么远了。我不管你是病的还是不病的。好了，都成这个样子了，赶紧出去好好休息去。这边东西都交给我来，好吧？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有你在的结果总不太坏。